上主说，我是百姓的救援，他们在任何急难中呼求我，我定要垂听他们，永远做他们的上主。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大家认罪，好能虔诚地举行圣祭。我们今天教会庆祝一个这个世纪的一个新圣人圣毕月毕莱特神父的纪念日。我们求天主给我们一颗像他热爱天主、关怀别人、为天国的缘故来受苦的、祈祷的恩宠。现在我们大家认罪，好能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你恩赐圣毕月师铎参与了你圣子十字架的奇异恩宠，并借着他的服务延续了你仁慈的美妙事工，求你使我们借着他的转导常常与基督的苦难结合，终能进入复活的光荣。以上所求是靠着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阿们。攻读哈盖先知书。达里阿王二年六月初一，上主的话借哈盖先知传给沙尔提尔的儿子犹大省长泽鲁巴贝尔和约杂达克的儿子大司祭耶稣亚说，万军的上主这样说，这百姓说，建筑上主殿宇的时候还没有到。于是上主的话借哈盖先知说，这座殿宇是一片废墟，你们却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子里。现在万军的上主这样说，你们要细心省察你们的行径，你们播种多却收成少，你们吃却总吃不饱，你们喝却总喝不够，你们穿衣服却总不觉温暖，赚了工资无意将工资投进了无底的口袋。万军的上主这样说，你们要细心省察你们的行径，你们要到山上去搬运木材建造殿宇，我就会喜悦并且显示光荣。上主说，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上主喜爱他的人民。上主喜爱他的人民。请你们向上主高唱新歌，在圣民的集会中向他祝贺。愿以色列因他们的创造者而喜悦，愿西庸子民因他们的君王而欢乐。上主喜爱他的人民，愿他们舞蹈赞美他的圣名，愿他们击鼓弹琴向他歌咏，因为上主喜爱他的人民，把胜利赐给谦卑的人。
上主喜爱他的人民。愿圣徒在所受的光荣中喜庆，在床榻上欢呼高咏，愿他们的口充满颂扬天主的歌声，这是他所有圣徒的光荣。上主喜爱他的人民。阿肋路亚，阿肋路亚。主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除非经过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阿肋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若望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弗农王黑洛德听到所发生的一切事，犹豫不定，因为有些人说若翰从死人中复活了，又有些人说是厄利亚出现了，还有些人说一位古时的先知复活了。黑洛德说：“若翰，我已经斩首了，但这人到底是谁？我怎么听到他的这些事呢？”他便设法要见耶稣。上主的圣言。基督，我们赞美你。请坐。我们这两天的读经一都提到盖圣殿啊，一位是厄斯德拉啊，他跟天主的祈祷啊，他感谢天主啊，他们流浪在外啊，但是啊波斯王允许他们啊回到啊耶路撒冷去盖一座天主的圣殿啊，他们觉得就是因为他们的罪孽。让他们被交在外国的君王手中啊，被俘虏，遭受尽侮辱等等啊，但是天主还是不遗弃他们哈、啊，透过一个外邦的君王啊，允许他们啊回到耶路撒冷去盖圣殿啊。那今天我们也看到读经一里面啊，看到哈盖先知谈的也是哈、啊、盖圣殿的事情啊，因为当时的啊。百姓认为说啊，盖天主的圣殿的时刻还没到啊，但是天主却传给他哈盖先知说啊，天主的殿宇是一片废墟啊，那你们却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子里面啊。那上主说，你们要细心请他你们的行径啊，你们播种多说成少，吃却吃不饱，喝总喝不够，穿衣服总不觉得温暖。赚的工资无意将工资投进无底的口袋里面。那上主说，你们要细查你们的行径，你们要到山上去搬木材，建造殿宇，殿宇我就会喜乐并且显示光荣。那当然这讲的都是一个盖外在的一个圣殿。那如同我们今天的福音里面，黑洛德王他听到耶稣的事情，他犹豫不定，他说他因为耶稣的事迹他听的传说他有人说耶稣是若翰复活了，说有人说耶稣是一位先知，但是黑洛德说若翰我已经斩首了，这人到底是谁，听到耶稣的事情他想见耶稣，他为什么想见耶稣呢？因为他觉得好奇，耶稣的教导，耶稣的话引起他内心的不安，或是，他内心的不满足，所以，他想设法见耶稣是谁。那同样的，我们回到哈盖先知，以及我们刚刚昨天所说的，这是厄斯德拉的祈祷一样。天主要我们盖，要他们当时指明盖圣殿，事实上为我们现代人也是一样，天主邀请我们回到内心的圣殿。假设我好像这个哈盖先知所说的这座殿宇是一片废墟，你们却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子里面。这句话也是我们现在人的写照，我们的生活外在的物质生活，过得再富足，那我们内心跟天主的关系，内心的圣殿
假设跟天主没有关系，也只是一片废墟，我们的生命，如同哈该先知所说的，我们过左多，就是缺事收成少，吃，就吃不饱，喝不够，穿衣服总不觉得温暖，赚的工资无意将工资投进无底的口袋，再怎么样，假设我们跟天主，内在的天主，爱我们的天主，内心的圣殿，我们不去经营，不去管理，不去建造，外在的拥有，住在天花板的房子里面，也是一片废墟。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教会庆祝的主保，是一位方济会的教不浅修会的知会的一个现代的一个神秘的圣人，他是意大利的一个神父，圣比月神父。那他1999年罗马保罗二世封他为征服，2002年封他为圣人。那他主要的生活是什么呢？第一个，他是一个祈祷的人，他是一个热心祈祷的人，跟天主在一起的人，他愿意分享耶稣的生命，所以他是一个热心关怀穷人的人，注意别人的需要的人。那他也聆听别人的痛苦的心声，那同时他也分享了耶稣的五伤，他是方济各会第二个，700年后跟圣方济一样印有耶稣的五伤，因为他的生命，他的祈祷的生命跟耶稣结合在一起，那也分享人类的痛苦。他也说希望那他也是特别关怀穷苦的人，他在他祈祷里面也希望天主把跟耶稣一样，把别人的痛苦都放在他身上，他愿意承担他们的痛苦，那也希望将来在天国他是最后一个进入天国的人，他才是进入天堂的人，他怀有这样的心。那同时他也是我们所说的因着跟天主结合，他受了很多的苦，他也被人误解，因着他的五伤，因着他能够听别人的告解，他有这个知识之恩，知道人的内心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纵使还没告解他已经知道了，他也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恩宠。那同时他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恩宠也遭到很多人的误解批评甚至侮辱，他也勇敢的承担，如同耶稣一样承担了这些侮辱。那他同时呢他也领受了神恩，就是驱魔，很多一些附魔的人到他面前祈祷，他就能够 来驱魔，那连魔鬼 也怕他，他要我们不要怕魔鬼，魔鬼是怕天主的人，假设我们跟天主在一起，那这个邪恶势力没有什么好怕的，反而是魔鬼怕我们。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圣人的纪念日里面，也让我们求天主给我们这个恩宠，圣必奥神父的恩宠。假设我们的内心跟天主没有关系，是一个废墟的生命，那我们真的是需要借由这个圣人的转导，让我们重新在我们的内心的圣殿里面借由祈祷，我们更加体验到天主的爱，更加跟天主的爱的生命结合，也借由我们跟天主爱的生命的结合，我们更有这个力量，我们能够分担耶稣十字架的苦难，世人的痛苦，特别是受这个邪恶势力捆绑，物质主义捆绑，没有获得自由的人，能够借由这个祈祷的生命，在天主的爱内获享天主子女真正的自由，也能够从这个魔鬼黑暗势力里面得到一个真正的解脱，战胜这个黑暗的势力，得享天主子女的自由。那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有一颗分享天主的一个受苦爱人的心，那特别关怀这些最小弱最小弱弟兄姐妹的一个需要，如同他一样，如同耶稣一样，也分享这个光荣无伤的生命。那这些光无伤的生命就是耶稣复活的生命，他已经提前分享的
耶稣这样的一个苦难所带来的一个救赎 的恩效的一个恩宠。所以我们在今天圣彼得神父的纪念日里面，也有求天主给我们这个恩宠，祈祷的恩宠，爱天主的恩宠，然后 爱人的分宠，那为这个天国的使命，我们也能够分担这一份救赎的使命的恩宠。天主降福大家。上主啊，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劳苦的果实麦麦饼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上主啊，天主，你是给我们饮料，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尼罗果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愿天主永受赞美。各位弟兄姐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新逢圣毕月神父的纪念日，我们为侍奉你呈现礼品，求你悦纳，使我们摆脱事物的羁绊，只以拥有你为我们的财富。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借着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你恩赐你的教会今天欢度圣毕月神父的纪念日，你借圣人上行的榜样鼓励我们，你借他的宣讲教诲我们，你因他令你欣喜的祈求时常保佑我们。因此我们是同天使和诸位圣人同声歌颂你，赞美你，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所创造的万物理当赞美你，因为你借着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圣神的德能养育圣化万有，又不断为你召集子民，还能施出处处向你呈上纯洁的祭献。上主，所以我们恳求你借着圣神圣化我们献给你的这些礼品，使成为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我们遵照他的命令举行这项奥祭。他在被出卖的那天晚上，拿起面饼，感谢赞颂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感谢赞颂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基，基督，我们每次吃这饼、饮这杯，就是传报你的圣死，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为纪念你的圣子，拯救世人所受的苦难和他光荣的复活升天，并期待他再度来临，以感恩的心情献上这具有生命的圣祭。请垂顾你教会的奉献，并接受这赎罪的牺牲，求你使我们借你圣子的圣体圣血得到滋养，并充满他的圣神，在基督内成为一心一体。愿圣神使我们成为你永恒的祭品，得与你拣选的人，首先与天主之母同贞荣乎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你的圣宗徒及光荣的殉道者、圣必奥神父以及全体圣人共同继承天国的产业。我们靠他们的转求不断地获得助佑。上主，但愿这与你修好之际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得救，便使旅途中的教会、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尼贝的仆人、所有主教圣职人员以及你所救赎的全体子民，在信德和爱德中坚定不移。你既愿这大家庭吃力在你台前，求你也福音全家的愿望。仁慈的圣父，求你使散居各处的子女和你团聚。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已亡的亲友和所有在你宠爱中去世的人，恩准他们进入天国。我们也希望将来在天国永远同他们共享你的光荣。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因为你借着他赐给世界一切美善。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主的平安常常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恩的人是有福的。主，我担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我们再次借由我们的信望爱啊，来渴望领受圣必要神父的力量的泉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内心里面。吾主耶稣，我俯伏在你脚前，向你献上我痛悔之心的忏悔。我的心陷入虚无的深渊，却又沉浸于你圣善的临在，在你爱的圣事里，我朝拜你。在我心献给你的简陋居所内，我渴望领受你。在等待圣事性共荣的福乐之际，我愿在精神上拥有你。吾主耶稣，求你来到我内，我也进入你内。愿你的圣爱能燃烧我的整个生命，无论生死，我相信你，我盼望你，我爱你，阿们。请大家祈祷，
上主，求你借这圣事的神能及圣必要神父的方中，使我们常生活在你的圣爱之中。但愿你在我们身上所开始的善功，能在耶稣基督来临之日全部完成。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弥撒礼成，你们去传扬福音吧。感谢天主。